开始民通风格的歌手徐拉吉携全新转型力作《为何我还不懂》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新专辑新闻发布会，少数民族小女孩的开场舞更是奠定了发布会的风格，清新灵动，贴近自然。主打歌《为何我还不懂》是甜美歌后怡璇作词作曲的歌曲，这首歌一经问世就得到了大家的广泛好评。首次尝试整张专辑以流行为主的徐拉吉，对于这次的大胆尝试显然很有信心，现场现唱也获得了大家的肯定。公司同仁送上的麦克风和大麦也使徐拉吉感动不已。希望你的新专辑大卖，留下珍贵的照片。